我其实遇到过，就很多很多也不能就前辈嘛，他们对游戏胜负欲就会很强，然后就比如一次没表现好就想再来一轮，然后就有的时候就会玩很多很多的，想要玩出他比较满意的那个。你是你没说过，就我平时跟奶奶生活在一起吧，我奶奶就会四处炫耀，把我营造成别人家的小孩。哦，你就是那个给人家施加压力的小孩。对，是怪我奶奶，因为奶奶就会四处说，然后就是比如就是进了这个职业嘛，就肯定大家可以在什么电视啊、手机上看到我，就是她无论干什么她都会把我的职业曝光出来，就是在平常的聊天当中人家并没有问起。 对，比如在出租车上，比如她做手术的时候清醒的不用麻醉的，她跟她大夫说，哎呀我也不知道九州什么时候能回来，应该在录节目吧，主动提到这茬，主动提到，然后今年我还不得不去那个医生家拜年，很奇怪吧？因为他就通过我的职业，然后就认识了那个医生，我就让我去他家拜年。奶奶是你私下宣传，到处给你推广，他们都发。其实我在家就是那种，我好像在卫生间待着。卫生间啊？对。就尤其收工之后。待一天就太夸张，那是你吧？卸妆啊，洗澡是件特别舒服的事情，然后就会很享受那个时间，对，大概两个小时吧。啊，你买了那个贴在浴室里的那种放手机的吗？哦，有，我也有。浴室里有手机支架。对。你是在冲淋浴的时候刷吗？哎，淋浴的时候也有。我有个朋友推荐给我一个好物，就它可以贴在上面的那种。可是怎么解决？就是一招水，它就来回自己会。它就是跟那个游泳的时候带的那个东西一样的，它是可以滑的。我也是觉得可以不勇敢，因为我是一直自称是反内卷第一人。我更喜欢的事情就是把目前自己能做的事情做好。这是我觉得最让我能感到有成就感的事情。所以我觉得，我倒不是很急功近利的去追求勇敢这一说，去尝试一些自己可能目前能力还达不到的事情，所以我觉得可以不勇敢。所以我觉得把工作和兴趣爱好融入得很好，就是自己让自己很快乐的卷起来，我觉得是我蛮羡慕的状态吧。更多精彩内容。你好，我来应聘。哎，快过来，来坐。这是我的简历。啊，我看看啊。之前在互联网大厂工作，鹅厂、狗厂、驴厂啊，你是干畜牧业的。我是干程序员的。啊，程序员很好啊。怎么不干了？大厂太卷了，我卷不过人家，只好卷铺盖走人了。现在想找个不那么卷的公司。那你是来对地方了。看看这个公司叫什么名字，工作有限躺平公司。所谓躺平公司就是反内卷，工作特别轻松。啊！他俩咋了？轻松吗？通过呐喊来抒发心中的喜悦。小宋对工作有什么要求吗？我也买不起房，我就想租房，我就想躺平嘛。只要能按时下班，然后有私人时间，这还叫要求吗？我们公司那一直都是按时下班的。哎呀，下班了，回家喽！一秒都不想在公司待了。走，撤！你怎么光说呀？你也没动啊。那这样，我数三二一，我们一起走。行，三二一。你还我呢，老板。您的员工下班就做做样子，这很内卷啊！同事之间等着一起下班多正常啊！你上学的时候没有等过同学一块回家吗？这画面多有爱呀！还有什么要求吗？我啊，现在生活没什么压力，所以啊，不想玩命工作，希望下班以后不用工作。应聘时对工作的要求是轻松点，够大胆，我们躺平公司那一向是下了班以后绝不工作。
喂，老板。哦，周末有个方案没人改。哦，所有员工里面最先想到的我。哦，好的，没问题，感谢领导对我工作能力的肯定。好，我改。喂，老板，那个方案我改好了。哎，那可是我的活。发您微信还是邮箱啊？那是我的活。哦，你说小何平时爱吃大蒜，特别讨厌。这是你想说的吧？原本可以平均分配的工作，现在员工抢着干。老板，您这还不叫内卷啊？这哪是内卷，分明就是同事之间互相帮忙，多温暖呢。老板，我还是回大厂吧，大厂啊比这儿轻松。哎，你放轻松，我们躺平公司老板跟员工之间关系特别好，都是朋友。都是朋友。老板，上周我做了1000页的 PPT， 累计可绕地球一圈。老板，我这周完成了30个方案，是公司一年的工作量。老板，我为了节省公司的纸张，我把材料都是双面打印的。老板，我为了节省公司纸张，我把字号都调小了2号。上次甲方说字看不清导致不合作了，都是因为你。老板，为了让我的工作更有动力，我早餐吃了4个包子。我18个，我12个。哎，特别好，都特别好。大家这么有干劲儿，我给你们加薪。谢谢老板。我不用。你不用。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，我请求维持原来的工资，我请求减薪。哎呀，你有病吧，拿着这些工资不100%的努力，我心虚。我申请不要工资。这是我家祖传的金戒指。这是我家祖传的秋裤。停。好了，我尊重你们的意见，维持原来的工资。谢谢老板。感恩老板。哎呀，行了，都别工作了啊，这个是我之前给你们买的沙发，都过来试试，看看舒不舒服，跟绩效挂钩。哎，我先来。哎呀，真舒服呀，舒服的我都出幻觉。你看见什么了？小孩儿。看看这舒服的都唤起了自己的童真。那个小孩怎么了？小孩在笑，小孩说话，小孩叫我爸爸，我还得给孩子赚奶粉钱呢。我来试试。啊，舒服。哎，我看见个老人。老人怎么了？那个老人背着手往前走，看背影是我爸爸，我还得养家呢。他们两个就是工作的命。哎，小宋，你也去舒服舒服。哎，我不了，老板。去去去。哎呀，哇，真舒服，舒服的我都想躺平了。我也出现幻觉了。我看到好多人，有好多豪车经过，身边还有好多高楼，好多钱，没有一张冲我飞。哦，我坐不住了，我焦虑，躺不住了，焦虑了。沙发舒不舒服？不舒服。想不想工作？想。工作多不多？不多。这样的生活快不快乐？